回长治了，对呀，回长治了，一唱歌你就想笑场，那不是因为看见你们都在吗？越看越坏。很久很久的老歌了，是呢。哪天回来的？昨天。陕西西安了，对呀，离开了这，这几天度蜜月去了吗？度什么蜜月呀？我自己出去玩度蜜月，跟我姐出去玩，跟我姐出去玩，我俩度蜜月吗？还有啊，前段时间我在外边，我跟我姐在一块呢，然后他们都说洗个鸳鸯浴。我说我跟我姐洗个鸳鸯浴吗？听他们说，你结婚了是真的吗？那你要说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，对吧？我也不可能不结婚呢，那以后我结了婚了，我就不能开直播了吗？那也不可能不结婚呢。你要觉得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，对吧？咱们不要说是不是真的，是真的吗？你问我是真的吗？你要问，那就是。想怎么开直播的就怎么开。